登記成為用戶之後，我們需要配對裝置以收發通知以及獲得裝置的最新狀態。我們首先可以去到 Things 頁面，按一下 Scan Device， 掃描 QR Code 就會進到設定頁面。我們可以為這部裝置設定一個名字，譬如就叫 Living Room Detector。跟住我哋可以上载楼层嘅平面图，再按 Next。跟住我哋可以喺平面图上面点出装置安装嘅位置，譬如系客厅嘅中间，跟住按 Save。装置成功登记就会跳到 Things 嘅页面，啱啱配对嘅装置已经加咗入嚟啦。我哋 click 入去睇睇，就会见到装置嘅资料状态，而平面图上面嘅蓝点就是我们刚刚设的位置。